过来，这里有人受伤了。你是谁？小心一点，你伤口很深。后会有期，再见。Thank you.
鲜的肉。是你我力量的一小部分，善用这股力量，让赞提莫安息。虔诚，愿他的灵魂与我的后代共存。那些怪物杀掉我最后一位信徒，我要让他们见识一下长达万年的愤怒。我会和你一起对抗鲜血食人妖，但我必须先恢复力量才行。你愿意帮助我吗？离得太远了。
要下车了。惨了，机甲被他拿走了啦！不抢回来的话，我们工作一辈子也赔不起。有什么计划？我做好准备。在遗迹的另一边有个隐蔽的地方，很适合当行动基地，叫大家到那里集合。
恢复了，快释放其他图腾的魔力。非常好，我渐渐恢复力量了，快去启动最后一根图腾。力量完全恢复了，现在轮到我报仇了。结了，到河边来找我。
受够这些攻击了，杀光他们！我可是奎格瓦，谁敢动我？有事就说吧。公主一定会想马上接到报告，最好别让她等。你们经历了不少事啊，我会为无力自保的人挺身而战。你有古董要卖吗？至少要有200年历史的。Yeah.
深海吧你，坠入深海吧你。Thank you.
吹来的怎么不再多拿一点？太大方了吧！哦，拜托，八二分账很划算了，讨价还价小心谈判破裂。要有风险才够刺激呀！拜托，你应该多去赌博才对。Thank you.
失败了。准备出动，要下命令。好吧，该去做事了。你需要什么？哈，就这样？有什么计划？爆炸！大家注意，越好。该走喽。最先抵达部署地点的，就赏50,000枚金币。给我走开！金币都是我的。我们都准备好了，赶快上来。既然我们必须调整一下大炮的精准度才能进行下一步，那干脆顺便轰掉几只那家，你说怎么样？哇哦，小心，他们朝我们发射炮弹，用急速炮火解决他们。我们可以自己来，你可以用我的火箭飞回基地，不过只能用一次哦。准备好出发之前别乱动火箭。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
你回来了，你去得有点久，遇到什么事了吗？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下次见面再好好聊聊，小声一点。瓦方发现艾泽拉斯之血，指令安装遗失的资料核心。泰坦守护者赫兹罗重新启动文力，执行协议隔离纳斯米尔的严重腐化，系统受损，无法完成任务。设定前往下个位置，完成前往新地点。
升级辅助系统中，请稍后。部分恢复程序完成，必须继续修复腐化抑制作业。建筑物周围出现大量腐化物质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Thank you.